花莲南区呢，今天天气非常不错，很多民众一大早投完票之后呢，就出游踏青了。富里乡农会稻草艺术季也出现了人潮，远从台东池上来的游客说，看稻田飞禽、大猩猩，欣赏美丽花海，觉得非常的舒压。今天投开票日，花莲南区阳光露脸，不少民众完成投票后随即出门踏青散心，也使得富里乡农会稻草艺术季一早就出现人潮。总统立委大选选情激烈，不仅各候选阵营，从去年十二月底开始，乡亲民众思绪生活也随着选情波动。现在投完了票，似乎也如释重负。远从台东池上来的游客就说，看稻草飞禽、可爱的大猩猩，一边欣赏美丽的花海，选情压力也被释放疗愈。富里乡稻草艺术季动物迷踪稻艺之歌，除了各社区农民艺术家打造20多只稻草鸟类装置艺术，整片的波斯菊花海随风摇曳，搭配呼啸而过的火车引人入胜，也成为了大众踏青舒压的好地方。记者石玉兰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